Stephen 张智恒同老婆欧艳文文文多次闹婚变，大家都睇到惯晒噶啦，甚至俾网友取笑佢哋系季节性离婚。喺十二月初，文文就扬言已经去到极限同底线，大晨同张智恒因为性格嘅问题而走唔到落去。之后文文喺一月九号又爆尸大闹张智恒又废又懒。去到1月16号，佢又再次疑似正式发表离婚嘅宣言。佢写到话：今日开始承诺自己，努力俾你哋生活，尽我能力做比一个母亲更多嘅俾你哋。我唔能够俾你哋完整家庭，但至少我哋试过，总算有呢个回忆嘅存在。在字女行间，以前暗示家庭已经不再完整，同张智恒正式分开，要重新上路做个单亲妈妈。